你叫欧丽的吗？嗯。哎呦，他玩的不错哎，其实。我们这里负一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知名会师啊，玄玄会过来。好。所以要知名会师。玩上探。小二，这一季要爬分了没？没有，不爬。不爬分啊？怎么可能？拳王那样子，你傻逼才去打积分哦。那有没有小二有没有打算自己玩拳王？没有。练拳王也是可以的。不可能啊！还是你跟我一样，生理上就是抗拒这个英雄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没办法玩那种角色啊，会吐。那星星也不能玩吗？对啊。星星不能玩。角色专精，使用三种角色类型 ，Win 对战，你应该玩哪个去解任、啊？你是想解每日任务吗？那我觉得，欸，你可以先排一般的快速吧，然后你三种类型都排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是选那个 Flat 每周任务。理论上是玩游乐场解任务最快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因为游乐场就是，假设你今天刚好要，例如说你坦克的已经解完了，你通常玩一般快速，你没办法再换类型了。可是，游乐场可以瞬间就是玩你想玩的。游乐场的时间也比较短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建议你玩游乐场的经典快速。经典快速就是一堆解出一堆坦克。没有错，那你就解完任务你就跳给没有啦，打完就跳。那也只是浪费而已。因为这个游戏的一些每日任务或每周任务，它会限定，例如说辅助去做完成什么，坦克去完成什么，输出去完成什么，对啊。那有时候你自己单排，你不可能每一场都玩到你想要的类型。对啊。对啊。哦，你朋友啊，塞拉斯。哎，放下。哎，补到。哎，我们是不休加和尚啊。对，补不回来，我电话在那， okay, okay, okay. 我电话在那，我电话在那。我电话换脚，我电话换脚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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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刚没有看而已。因为我要换。对面这个阵容，我觉得我换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对面有死神，那我不要换。来引导，来引导，来引导。物质挂住。来。不知道。物质一定好了。Nice. 不用换。但 OK。我们没什么人要吃资源。没有，没有人吃资源，就什么资源？就什么资源？有避雷啊。他们换避雷了。没事，有避雷也还好。往里面。泰西在最右边了。我好像走后面近点了。对，走后面近。炫。对面倒一个。蓝银挂出。去乱。避雷倒。好了。记得我。我。欸